呀？我过去了，你还不来？咋的？我再来一遍呢？再来，真的很，这歌不能透，我们下次再唱。下次放嘛，好吗？要再来。教大家如何把摇滚唱得淋漓尽致啊！是谁在敲打我窗腮帮？是谁在撩动琴弦腰带？哎，这是摇滚歌手的一个发声方法。我为什么在学戏剧歌呀？哎，这是怒音啊。